今天是 2022年。 8月。 16日。明天。哦，13日，不好意思，13日。星期六。星期六，明天是放假耶。明天也是放假。对，可以放假。请问昨天呢？2022年。明天也是2022年。几月？8月。 8月，几日？11日。星期几呢？星期四。明天，昨天跟今天轮要去上班了，明天就放假。明天有没有放假？我。 我有一堂课，因为我是家教老师。哦，对，所以就是我周末会上班，对。哦，我不过一般人不会，你说的对，一般人不会。所以是明天，你是要家教嘛？要家教，对不对？没错，对。家教不是在学校。 不是在学校，是线上课。哦。所以是明天，明天是周六，然后龙哥要在家里，在家里，这里是。对。 对，教书，教书，对，用电脑教书，不是在学校，这里是学校，学校有个重。 是在家里跟是在学校的，上课呢？你觉得是学生是哪个地方比较多？我通常会去学生们的家教书，通常会这样，所以可以这样子讲。 75%的时间是在他们家，那25%是线上。哦，是，25%是也是在家教书的线上。没错，然后75%是要去学生的家那边教书，对，所以比较多是实体课，不是线上课。 对对，就是龙哥是，对，是家教，有很多经验，对不对？快一年了，快一年。那之前是龙哥有没有在学校教书？有，之前在逢甲大学教书。哦，对，之前是讲师。对。 是龙哥也是在逢甲大学是教什么课？英语演讲、英语写作，还有历史。哦，我教了历史，对。
是美国历史吗？亚裔美国历史。对。对。然后逢甲大学是私立学校。哦。所以。大学有私立学校对不对？私立学校要花比较多钱。哦，私立大学是钱要。对，要很多钱，对，付很多。但是在公立大学呢？在公立大学呢？公立大学没有那么贵。是学费吗？学费没错，对。对。我们学校有私立大学，有公立大学，但是公立大学能够说学费不贵，学费不贵。但是学生呢，在公立大学学生比私立大学多还是少？比较多，对，公立学校比较多学生。哦，这个是公立学校，是公立学校学生比较多。对，很多啊。但是私立大学还是学生不多，学生是很少，很少啊，很少啊。这学费也很贵，很贵啊，对，学费很贵。对啊。然后今天我们是讲很多学校，就是我们先讲安亲班。哦，安亲班是。一个中心吗？这个也是，这个是家嘛？这是家，是家，那是安亲班。安亲班他通常是他会在，还住一个公寓嘛，对不对？还住一个公寓，然后在那边他们开很多班，对，很多班。叫安静吧。哦，对，画得很好，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讲安静班，然后都是小孩，都是小朋友们。安静班那个是都是小朋友，那他们是几岁？大概是几岁到几岁？三到四岁啊。这个是小孩，对，小朋友们，小朋友的三到四岁的，对，对，安亲班。然后下一个是幼稚园。哦，幼稚园，这里是我们是公立大学，是幼稚园，这里我画的是幼稚园，对。然后幼稚园的学生们是从五岁到六岁。幼稚园是五岁到六岁。这里有花，那边有一个。啊，对，哇，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小朋友的，对，这里小朋友，这小朋友大概是五岁到六岁，我们是叫幼儿园，是不是？对，幼儿园，然后第三个是小学。哦，小学，是小学，小学也是公立嘛，对不对？也是公立学校。小学通常是公立学校，有一些是私立学校，对。然后小学在亚洲这边是。从
七岁到十二岁是吗？就是在亚洲。对，小学小小大概是七，我们是七岁嘛，七岁到十二。哦、oh, ，OK， 到十二岁，对 ，OK， 到十二岁，嗯，这个是小学，小学，对，小学，对，小学，然后下一个是中学。哦、oh, ，中学是十二岁到十五岁吗？在亚洲是这样子，对。嗯哼，那在美国呢？在美国是中学，也是美国很特别。美国是这样子，在亚洲有幼稚园、小学、中学。那美国是这样子，幼稚园跟小学一样，意思是说，幼稚园在小学里面，那幼稚园是从五岁到六岁，然后小学不像亚洲一样，小学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对不对？不过美国是从幼稚园到五年级，五年级是11岁，对不对？11岁啊，没错，对对对对，那个是美国，美国对。那美国中学是六年级到八年级，不过像你亚洲啊，越南应该也是一样，就是中学是从七年级到九年级。嗯，对。啊 ，OK，OK， 对，那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不一样，是美国是幼稚园跟国小在一起，国小在一起，对不对？对，没错，没错，对对。然后他们是到中学是12岁到14岁。对，没错。14岁哦，这个是美国是11岁到14岁。没错。然后是高中是15岁到18岁，对不对？对。哦，是高中。高中，对。哦，是很特别，很特别。是我现在是我会在Montessori 的学校，他们我会上课，然后我看他们的这个学校。这个方式跟美国一样，是有幼稚园，然后有国小在一起，有国小在一起。哦、oh, ，OK， 这边。那还有是大学。哦，大学是我们是18岁到24岁，对不对？差不多，因为对，因为在大学你可以留6到7年，没错，对。不过通常一般人是读4年，对不对？4年，对，一般来说，对。然后像我和你，我们都是在十大读研究所，那研究所年级可以是。不一定啊，对不对？ 对， 对，我是在台湾，我到台湾是35岁，我才到台湾念硕士。我好是，念硕士是不管是你年龄是多大，对不对？对，我有跟 dicky 说，我好像看过你，就是在十大，你就是我2016年的时候，我好像有看到你啊。对，所以我们是念硕士嘛，硕士。我们是念硕士，对。硕士是
master 的是对 master 是 master 所以是不同的年龄对年龄也可能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差不多对差不多啊都可以念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博士就是 PhD 博士对 PhD 是三十五岁以上、啊、也可以 对也可以像 dicky 读了博士文凭对他所以 dicky 是三十六岁就毕业了对对啊对 Dicky 有 PhD 所以我们应该要叫他Dr. Dicky 教授啊Dicky 可以当教授啊对在台湾如果是你博士毕业、博士毕业然后是在大学啊不管是你还没升等副教授然后大家也会都叫你是教授啊教授对教授是龙哥教授不过 我只有硕士文凭所以很多人叫我教授可是我在逢甲大学的时候实际上是讲师所以大家会说哎 professor 我说不是 我只有硕士文凭就是 MA 所以不要叫我 professor 所以现在是龙哥也会在逢甲吗没有我去年二月份住离职对我离职了 对,、对在那边了一年半所以一年六个月对啊逢甲大学我去过一次我去过几次因为是逢甲大学那边有个逢甲那个 是夜市嘛夜市是很逢甲夜市好吃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对对对逢甲夜市对啊对啊对啊那我再 打开一下好是也是我刚刚谈那个是幼稚园安亲班了然后是幼稚园然后国小然后国中然后高中大学那除了大学我们还有其他的学校吗有两个学校我忘记提到就是说有单性别教育比如说只有男生的学校或者只有女生的学校这是高中吗高中学校吗对通常 高中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可以选上单性别教育或者混合性别教育这是这个学校只有男生而已没有女生男生对男女是混合的混合性别教育对然后那个只有男生或者只有女生的学校是单性别教育单性别这个是单性那个是男生是这个是女生女生对这里是女生只有女生只有女生对在美国现在还有这种学校吗越来越少对那一些单性别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天主教的学校对我们越南现在也没有这种学校了
大概都是混合。混合 ，OK， 哇、wow, ，OK， 哇，越南是这样。荣恒是越南人吗？我是越南人。哦、oh, ，OK， 所以他也知道 ，OK， 所以只有越南，所以越南所有学校是混合的。哇哦，这个我本来不知道。OK， 嗯，美国也。我觉得十年后会像越南一样，就是都是混合学校。对，在台湾好像现在还有，好像还有是也是单性别的这个学校。嗯，对，我听说有，还是有。是在台中，好像是在台中，因为是我的教授的女儿，她念高中的时候，然后她送到那个是那个国中。啊，这个是国中学校。哦，好像我们的教授杨聪荣，好像我不确定，不过你记得杨老师吗？嗯，杨聪荣，我不确定，可是好像他上的高中是单性别教育的。我不确定，可是好像是，对哦，杨聪荣以前是很好的学生，对，很好的学生，嗯，那我们再讲一次我们提到的学校，我们是讲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对，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是很有钱，要很有钱，对，要花很多钱付学费的。对，然后我有很多私立学校要穿制服，对，要穿制服，要穿制服，对，那公立学校不是这样，对，然后私立学校。比较少学生，那公立学校比较多。对，然后我们讲，我们有比较单性别教育跟混合性别教育。单性别是学校只有男生而已，没有女生，或者是有女生就没有男生。对，那混合性别是男生跟女生都有。对，然后我们讲到安亲班，嗯，那安亲班，对，安亲班是给小孩子，小孩子们，三岁到四岁，对，是三岁到四岁，三岁到四岁，那下一个是幼稚园，嗯，那幼稚园是5岁到6岁，岁到六岁。嗯，对，5到6岁，对，然后小学是7岁到12岁，七岁到十二岁，我还在想美国，所以我要对亚洲是你们是7岁到12岁 ，OK， 在美国是。6岁到11岁，对不对？1年级到5年级，没错。就是差不多6岁到11岁，没错。对，嗯，然后就是有像我说过，中学是6年级到8年级，不过亚洲像越南、台湾都是7年级到9年级，对不对？对，7年级。OK。然后在越南，中学生是几岁？越南是高中吗？中学，我是问中学。中学也是，这个是六年级到九年级。OK， 12岁到15岁。
啊 ，OK OK， 那这个我要记得 ，OK， 那在越南告仲是从十年级到十二年级，对，那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九年级到十，就是九年级到十二年级，十二年级，对，我要用手语，所以对，是在美国很特别，在美国是高中是九年级嘛。九年级是到十二年级，没错没错，对。然后像越南我不知道，不过像如果在越南你上大学四年以内没有毕业，人会看不起你吗？还是我是问 Daisy 老师。没有，不会 ，OK， 不会，有一些他会长，还会延到是六年级，OK， 到六年。像在美国，通常最多年是七年，七年啊。不过如果你七年没有毕业的话，就是哇，你要一直花钱，一直花钱。对，通常最多是七年啊，不过有一些是八年或者九年，然后之后学校会跟你说哦，你应该休学啊，就是对对，然后研究所，像我们在台湾读了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不必考那个 GRE， 对不对？嗯，不过。不要考试。美国需要，美国还有日本，他们都要考那个 GRE 啊，对。哦。对，所以我好在我有来台湾，因为那个 GRE 不简单啊。然后。这是考什么？那个是要，那个是考你要读的研究所，然后也是。看你的英文能力多好，对，